这个黄金的这镯子戒指，前天买的啊，然后现在又过来买了，买五十个。客流是比之前会上涨到200%，都有提高。提高20%吧。实物金这种需求增长，然后结合这种全球包括消费需求的一些因素，那么金价可能会在年底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。